各位观众，一月份沃敏射马部分威水战绩，三重彩四重彩，脚就1359或者13569互穿都得啊。我提供的就是6拖2578。咁呢場咧就11拖1368，啊，11號 Winpay 投注咧喜盈寶係嘛？所以我呢一場嘅心水咧就係我呢個4號零距離做膽啦，配腳1號冠風，2號傳奇，5號陽光武士同埋9號風箏。所以咧呢一場咧，阿教主嘅心水咧就係我呢個4號機緣巧合做膽，配腳就係2號噴火龍、3號藍海賊啊、7號日日靚同埋8號夢幻戰士。第七場我嘅心水咧就係4號嘅南區寶啦，做膽咧就搭6號嘅精靈勇士、5號嘅和氣生財同埋8號嘅富高八斗啦。教主嘅心水咧就係重複一次咧，就9號嘅老幸福老窩做膽啦，咁啊拖2號嘅輝煌星、5號嘅盛大光輝、7號嘅又系紅同埋8號嘅精算齊同。第九場咧，教主嘅提供咧就係攞只5號嘅喜年衛星做膽啦，就搭2號嘅威進區、4號嘅黃澤、8號嘅喜進區同埋10號嘅黃帝金。咁三四重賽咧就2、4、5、8、10，就5隻馬互穿啦。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沃敏射马已经开卖，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给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沃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第二节，这个即是习近平以线上会议的方式就听取这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所谓述职，就不用上北京了，因为疫情的问题。然后习近平就在个线上会议里面就表示对香港这个第四波的疫情就非常之担忧，关心和担忧。於是就有啲 KOL 啊，就喺度尋章摘句，屌你老母又喺度做標題黨，就話習近平咧就屌你咩對澳門咧就高度評價，對呢個林鄭月娥就表示擔憂，咁啊林鄭月娥都係屌坐唔撚穩㗎啦咁樣，我真係覺得好撚白痴嘅啫，係咪？真係好撚白痴，即係但係總之就好撚多呢啲標題黨，又好撚多嗰啲即係屌你咩即係嚇，好撚多啲盲毛又喺度即係嚇睇撚到興高采烈嚇，以為真係林鄭咧遲早又俾呢個習近平搞撚掂啊之類啊。喂大佬，你睇下佢成前文後理嗰個講法咧，喂述職就係我係大佬，屌你咩你向我述職呢、這個？呢、這個講法喺民主國家係冇嘅，知唔知乜撚嘢叫述職？你話俾我聽，述乜柒嘢啫？係咪？我做州長，你做總統；我做我州長嘅嘢，你做你總統嘅嘢。屌你老母，我唔需要同你述職嘅。OK， 你明唔明啊？我又選出嚟，你又選出嚟，述乜撚嘢職啊？有法律規定我嘅職權係咪？又有法律規定有人監督我嘅職權係咪啊？屌！我點解要去白宮同你述職啫？屌你老味啫！述職呢個概念，屌你老味，喺啲極權國家或者帝王時代先有噶嘛？啱唔啱啊？係嘛？咁佢作為你老細，係咪啊？你同佢述職，冇啦，係嘛？你唔係平等嘅大佬，係嘛？咁你同佢述職，你咪你啊屌你老味，你就耷低個頭，佢就昂高個頭，咁撚樣係嘛？就咁咯，係嘛？封建時代就係咁啦，係咪？好啦，咁點樣叫做佢話表示擔憂就屌你咁樣就係你哋就即刻就為林鄭月娥擔憂咧？習近平個講法就話喺過去一年來，你睇翻嗰啲即係嗰段文字係咪？
即係出咗嚟嗰段新聞稿啫。林鄭月娥同特區政府沉著應對修例風波、疫情和外部環境不利變化帶來的多重嚴重衝擊，取得一定成效，在涉及國家安全等大是大非問題上立場堅定，敢於擔當，展現出愛國愛港的情懷，對香港高度負責精神，中央充分肯定。咁點樣要為佢擔憂咧？你屌你做乜嘢？雖然呢啲都係政治套語，係咪啊？如果佢要責怪佢，或者佢要收拾佢，你喺個字面上係睇唔到嘅。嗯，唔好咁撚擦先得嘅，大佬做乜撚嘢評論員喺度？書又唔撚讀，係咪？屌你咪對共產黨即係嗰種政治體制又一無所知，或者知啲唔撚知啲啊，中意鳩噏係咪？最重要仲有一句，習近平同你講，同林鄭月娥講，係嘛？只要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實。嗯。咁呢個説話仲唔清楚啊？而家有冇聽到高度自治權啊？嚇！屌你諗咩？基本法裏邊講嘅高度自治，佢撚咗邊啊？係咪？喂，這個就是自從習近平上了台之後已經很清楚告訴你香港人聽，不過你惡人夠而已，你明白嗎？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這個說法已經現在都不適用了，現在是要全面落實中央的那個全面管治權了。 OK， 所以美國說你香港已經成為和大陸一個城市沒有分別的時候，是不是不可以給你特殊地位？喂，這個是你一點都沒有錯的嘛，是不是？你說屌你說我是我就是啊，你說我不是我就不是啊。喂屌你嘛，那你人家，喂人家一定人家這樣定了性之後，那他跟你那個交往就採取這個定性的嘛，不是你說你說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不 care， 屌你嘛，你制裁我我不 care，咁你一同佢老死不相往来啦，系咪啊？你冇交流嘅，系咪啊？你香港唔系一个国际城市嚟嘅，咁你咪得咯？屌你咩？你话你要讲乜嘢，你影响唔到我嘅，屌你咩真系，系咪？你美国讲乜，你影响唔到我嘅。你话我哋香港唔系一个特殊地区，系咪？屌你，冇独立关税，个独立关税区地位都可能要取消，诶，冇所谓。屌你，我有祖国，背靠祖国，咁啊。咁即係話俾人聽，咪就係一國一制啊！我諗一國兩制咩，大佬，係咪？你而家林鄭月娥，屌你老母同內地一個城市嘅市長冇分別啦嘛！而家係，係咪？你係爭在未要對習近平神分定省嘅啫嘛，係咪？屌你個小區清零，係咪？自己係讀英文講英文出身嘅，屌你用英文思考嘅，小區清零查字典啊！屌你，我睇到國家都用你就用清零，即係寂寞孤單啊！同你林鄭月娥一鳩樣，一係你就歸零，係咪啊？咁冇啊，佢用咗，咁你而家大家要用啊！好似頭先我讀嗰段沈陽市嗰段新聞咪知咯，係咪？屌你係咪？係未爭在香港香？現在你現在做這些小區突襲，然後要清零，那現在我們那些，即是譬如北角那些居民，是不是應該要屌你咪聽日一解封的時候，個個行出來熱烈慶祝，屌你咪迎接解封的日子，是不是？多謝特區政府，令到我們小區清零，是不是應該這樣呢？屌你咪要學遲些吧，要不就，但是不是咯，那些居民屌你一定是怨聲載道咯，一定是屌媽擦蟹咯，係咪啊？呢個係正常的反應咯，係咪？所以呢個即係小區清零，我睇即係琴日我都想講嘅啦，即係，唉，即係唔係淨係話我哋去咬文嚼字、説文解字咁簡單，而係呢個代表嗰個意識形態，係咪？個意識形態就係你而家全面操控香港，咁樣。在政治上，你現在是一個極權統治，香港已經是了，是吧？屌你老母，你差佬肆無忌憚走入去大學宿舍，是吧？學生宿舍，人都拉撚咗啦，你仲入去宿舍做咩呢？是不是？
屌你啦，冇翻箱倒籠，係咪攞撚曬啲手提電話、電腦？屌你啦，咩又逐個電話打，乜撚都做得出，係咪？呢個唔係暴政係咩咧？請問佢犯法有證據咪告佢咯，係咪？你係要羞辱佢，係咪？跟住你鄧炳強就行出嚟講啊，呢啲學生嘅所為連基本良知都冇啊！哇！你講乜撚嘢啊？你老母你勾結黑社會，你啲警察就有基本良知？你搞撚到孕婦流產，屌你老母！喂，你去搜查拘捕，你落撚埋手扣嗰個大肚婆嚟嘅，係咪？你基本嘅人道，喂你，屌你乜一個人道？唔好話你有冇人道主義啊？呢個好撚不人道嘅做法嚟噶嘛？呢個係，即係你對付啲老人家，孕婦。是吗小路仔好簡單，我哋坐地鐵或者我哋而家喺台灣嗰啲所謂博愛座巴士又好捷運又好係咪咁咪係咩俾咩人坐呢嗰、那個標誌寫得好清楚係有拐杖嘅或者屌行動不便嘅人好啦另外一種就係 senior 啲長者咁有個圖有老人家小朋友係咪孕婦係咪咁即係話你差人你就算我懷疑呢個孕婦係乜乜乜咁都好咧，咁你係咪要對佢嗰、那個即係、就是、有啲唔同嘅看待先同其他人，係咪？你見到嗰、那個屌你咩係大學生嚟嘅，你老撚土佢嘅，佢牛高馬大嘅，你推佢都得，係咪？你咁你可唔可以推個大肚婆咧？係咪？你可唔可以推個老人家咧？可唔可以推個傷殘人士咧？屌你咯，唔好仲講得出，係咪？仲要你鄧炳強再行出嚟鬧啲大學生，喂件案都未知道係咩事，係咪？話佢潑啲粉末落啲保安度，同啲保安發生衝突。我屌你老母！啲中大啲保安你幫手拉學生噶嘛？係咪啊？係咪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點解啲學生老土，你啲保安啊？學生都好撚老土，呢個姓段嗰個濕鳩校長啦，啱唔啱啊？屌你老尾真系，你系闹啲学生，喂建安又未告，你而家告佢啦咩？嗱、啊，你告嗰个临时即系学生会嗰个临时行政委员会个主席啦咩？而家告佢啦咩？系咪？你未告啊嘛？而家上法庭啦咩？乜捻嘢叫做基本良知都欠缺？屌你老母又暴徒，动不动就系、是，而家系咩？你讲呢啲说话系代表你啱啊？你真係錯撚曬，係咪？稍微有啲良知嘅人都認為你喺度鳩噏啦，係咪？喂，好簡單，普通法係咪？無罪推定係咪？講乜撚嘢喺度行出嚟搏咪批評啲學生，屌鳩啲學生啱唔啱啊？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呢個唔係叫做暴政，我唔知乜撚嘢先叫暴政咯，係咪？即係呢個時間仲喺度屌你老母不吃人間煙火，講起埋啲無謂嘢，其實好嘥精神嘅，我覺得係咪？講嚟做咩啫？係咪？仲喺度屌你去揣測啊，擔憂啊，屌你個林鄭月娥就不穩啊，所以你哋都幫佢擔憂啦。屌你，我睇到啲人喺度寫啲標題出嚟，我睇標題嘅啫，我唔會睇佢啲撚樣做節目嘅，話俾你聽係咪？真係嘥撚氣，係咪？我讀翻嗰段嘢出嚟啦，係咪？屌你老尾！即係佢話，只要做到，只有做到啊！即係佢嗰個講法咧，本身國即係呢個普通話，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制權，才能得到有效落實。你可以話呢句就喂，嗱，你而家香港而家一定要愛國者治港。咁個意思其實好撚簡單，你做緊啦，已經屌你落去，而家成個立法會個臨時立法會都冇反對派啦，係咪？屌你落尾仲唔係愛國者治港，係咪？係咪？咁個政府嗰啲全部都係愛國者嚟㗎啦，係咪？跟住個議會屌你咩，全部都係建制派嚟㗎啦，係咪？跟住仲要度橋整埋嗰啲區議員添，係咪？咁冇撚搞選舉啦，屌你咁啊！但係共產黨一定搞嘅，一定揾啲花瓶嘅喎。所以到時都有反對派過，我已經話俾你聽，係咪啊？係咪啊？你如果今年九月有選舉，民主黨、公民黨一樣去選嘅，我就話俾你聽。係啊，屌你老尾真係，係咪啊？愛國者治港，嗱一定咗個目標，愛國者治港，你有得選嘅你就愛國。
咁唔使講嘢啦，係咪？咁呢個標準係咪好清楚啊？佢一定要令到你香港都有整啲花瓶喺度咁嘅嘢喎！你諗起佢個選舉一定飽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佢個安全系數提高曬，尤其是有個港版國安法嚇撚到呢啲人瀨撚曬尿嘅，而家係係咪啊？動輒得救，你咪去選咯，係咪啊？你一定要學鄭松泰咁寫封信俾選舉主任，我知錯啦，屌你啦咩？倒插國旗嗰件事係咪啊？屌你啦咩？以後會擁護呢個係咪啊？你睇下佢嗰封信幾撚核突，好多人冇留意，嗰封信就已經説明一切啦嘛，呢個撚樣係咪？最好笑仲最近為嗰本書嗰條柒頭出嘅一本香港志，佢幫人推銷本香港志喎。佢話你都唔睇香港志嘅，對唔起你啲手足啊，對香港嘅嘢都唔了解。屌你老母嗰本書，嗰本叫歷史啊，香港歷史。嗰本俾官方撰寫歷史，仲要不堪啊！屌你老母擦鞋歪曲歷史。屌你老母個名，我費撚事開呢個人，係咪？我識佢，係咪？屌你咪歷史博物館，博物館退咗休，係咪？屌你老尾真係，咁你鄭松泰幫佢推銷本書喎，你知唔知啊？呢啲係咪柒頭啊？呢啲係咪？屌你老母，慢慢先收拾佢。我話俾你聽啊，呢條撚樣大家記住 ，OK？ 咁即係黃良達一定有份，所以呢班都係閪人嚟，我話俾你聽。即係仲而家仲有班人圍撚住佢啦，係咪？咁呢班人仲要諗係乜撚嘢？人唔似人，鬼唔似鬼，都係。即是现在很简单有些指标性的嘛，你在得这个这样所谓立法会里面就已经不是人了，讲得完。即是除了建制派反而是人，我觉得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要你放弃你要听我说的，是吧？所以呢今年九月是得选的，我告诉你，那么郑松泰一定有得选，一定当选的，又是。好，休息一会。